棒了，小伙伴们。那么欢迎现场所有的朋友呢，来到2015 Happy Rock 时尚骑行的活动现场。我是活动主持人老帅老帅的车董。那么接下来呢，首先给大家送上一点小礼物，好不好？朋友们，如果来到时尚骑行的话，你们时尚骑行的手环，那真的是太遗憾了，朋友们。所以呢，在我们台湾来到舞台现场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手上戴好我们的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来到现场，一定对时尚骑行非常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The Fashion Ride 是一项将时尚和骑行紧密结合，同时倡导绿色出行、休闲生活的娱乐新方式。而今天咱们的北京站活动呢，同时也是 The Fashion Ride 创立以来的第一站，所以说现场的小伙伴们，你们都是最幸运的，你们是全球第一批能够体验到这个活动的朋友们。好了，朋友们，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尖叫声、呐喊声，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Tara，掌声有请！安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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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江。OK， 现在朋友们，让我们安静。好了，那么现场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一下我们内心的热情。接下来呢，首先有请我们的Tara向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们 say hello， 来有请。你们真的是太幸运太热情了。 OK， 欢迎 Tara 来到我们的 The Fashion Ride 的时尚骑行活动现场。 OK， 那么 Tara 自我介绍完毕之后，我相信我们现场的朋友是不是也要送给他们一个自我介绍呢？ OK， 我们现在的小伙伴，我们化成一句此时此刻的心情送给他们，好吗？韩语我爱你大家都会说吗？Tara 我爱你，韩语一二三，一二三，好，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会有请出我们 Tara 的队长贤静来作为我们本次活动的公益大使，来谈一谈您今天来到活动现场的感受。来，有请。我们 Team 的안성씨를모시고오늘라이드현장에오신소감을한번들어볼까요？네이렇게뜻깊은자리에저희가초대돼서너무기쁘고요저희도역시네여러분들과함께이런시간보낼수있어서기쁘게생각하고있습니다首先非常感谢大家邀请我们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们感觉非常的荣幸，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见到这么多粉丝们，谢谢大家。好的，谢谢 Tara， 谢谢。那么现场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就是一个近距离的和 Tara 的一个游戏互动。好的，现场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只有六位幸运的粉丝朋友呢可以来到舞台上和台上的 Tara 来近距离的互动，那么这六个幸运的名额到底会降临到谁的身上呢？选择六位幸运的朋友，首先呢，先从我们左边开始。好，有请我们的两位黑色服装的女孩。OK， 我们再来到中间。我们接下来会选择两位男孩，两位男孩。OK， 这两位，没错，就是你们两个来到舞台上。Yes, you're right。我们在这边选择两位。好吗？OK， 我们将会有请出他们
一位美女，戴墨镜的那一位没错，耶，来到舞台上，有请。好的，我们六位幸运的朋友来到舞台上呢，将会和我们的他儿来一个近距离的互动，来体验感受一下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我相信呢，大家都玩过。来，有请我们的六位粉丝来到舞台上 ，quickly， 有请。这个游戏呢非常非常的简单，稍后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呢会在我们舞台两侧的大屏幕看到我们游戏的相关内容。我操！好，来有请我们的粉丝，有请，还有四位，还有四位，有请刚刚的被点到的四位粉丝，抓紧时间来到舞台上，快一点，快一点，到场的粉丝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到舞台上。好，抓紧时间，还有两位，还有两位。还有两位 ，OK， 我们六位粉丝来站到我的身旁，六位粉丝来站到这里，站到这里。好，我来看一看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OK，、okay, 六位来站成一排 ，OK， 那么接下来呢，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呢，我相信大家都玩过，那就是你来比划，我来。太棒了，我爱你们，我相信他儿也非常的爱你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有请我们的，我们的他儿呢是不能往后看的，不能往后看的，我们他儿往前面来一点，来。天哪，这位粉丝近距离近一点，来来来。OK， 我们他儿呢是不可以往后面看的。漂亮的观众们，不是吗？你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来，我们粉丝呢分成三组，两人一组，先到这个前面组。好，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好。那么我们的他俩呢，也是分成三组。我们三组呢，每组两人来猜我们的游戏。OK。天哪，你看看我的身体多好，那个也是非常美丽。组队的老师，大家加油！高五的时候。OK， 好，首先呢，有请我们的第一组。没有听，第一听哪有这样？你放心，本组都是这样的。OK， 好。都是这样的。来，这边一点，这边一点。一听，我们的第一组，我们的第一组来这边一点，这边一点。可以去玩扑了吗？可以。好，有请我们第一组的粉丝来这边一点。有一个大脑。OK， 来站到这里，来站到这里。好的，好的，我们的粉丝呢，先看一下我们大屏幕的字样。一二三，好了。OK， 我们的粉丝呢，要演绎出你看到的这个词。我们第二呢，会猜一猜，看一看你们之间的默契程度到底怎么样。最后，有没有准备好？接着，不可以说话。OK， 好吧。好，来，首先呢，来有请我们的这两位朋友来到前方，来演绎你所看到的词语。有请我们的 Tara 来猜出这个词语。好，我们的第一组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准备好了吗？三二一 ，Action！ 左右，两个人可以一起来，两个人可以一起来。高兴，高兴 ，No， you are wrong。真的差太远了，这是，再近一点吗？左右，拒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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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来，好了好了，红地毯，好的呀，你也来比划一下，一起来，一起来，我们两个粉丝一起来。什么？可以再往上面想一想。奥利达，奥利达，奥利达，年轻，完蛋完蛋！哇，这么难的词你就能猜到 ，very terrible。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词，我们来猜一下。我们看看前面，好吗？来，有请。哦，这个非常的简单。两个人一起演。微笑 ，OK， smile， right， right， 抓住的 ，OK， 第三个词。好的，来，感谢我们的第一组粉丝来，感谢我们第二组，感谢我们第二组来到舞台上，感谢我们第二组，班长，来站到这里，站到这里 ，OK，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组的词语。完全看不见。OK， 这个词呢，有点难度。两位考虑一下，怎么来演绎一下，好吗？准备好了吗？对，不说话就 OK， 演绎出来你所看到的词语。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OK， 二位 OK 了 ，One Two Three Action。嘴说，这两位拿起我的话筒，一手搞定了，太棒了。OK， 第二个词语我们来看一下。OK， 这个词我相信你用手是搞不定的。准备好了吗？来想一下。OK， 还回家玩，怕观众看着呢。想多了，这连开始花的。哦，跳过，选择跳过了，放弃了我们这位。OK， 好，来来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词。啊，这个简单，这个非常简单。稍后呢，我们现场的朋友有人在做。这个。四班。非常棒，我们第二组呢答对了两题。OK， 已经很棒了。稍等片刻，有请我们第三组。分组。分组。OK， 那么我们这两位美女的配合到底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来看一看我们第三组的词语。OK， 这个词我相信你们可以用你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表现出来。OK， 开始。对，两个人一起。班长，意思对了，但是词语吧。幸福，差一点点。这个多差一点呀，比斯泰尔，他那个比斯泰尔，你自信吗？这成了。安江，哇，好。OK， 我们来看第二个词语。哇，这个简单，这个简单，我们可以先做一做我们在健身房里的各种运动。安江，是，你叫他跳的是吗？运动，安江，是运动。哇 ，OK， 最后一个词了，最后一个词了，我们来做好准备，来看一下。主题很像，是哇，太棒了，太棒了！好的，感谢我们第三个粉丝，来 ，OK， 好 ，OK， 好的，谢谢我们的 Tara， 谢谢我们台下六位幸运的粉丝，好，有请我们六位幸运的粉丝台下准备，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时刻即将到来，朋友们，来有请我们的，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道具。OK， 我相信呢，大家看到我手中的自拍杆和相机，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干嘛了。没错，我们 Tara 要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把这最美好的瞬间留在我们的手机当中，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来，有请。简直夸张！我操，拍个卵呀，我们！主持人都把我来，我们可以再往后面一点，再往后面一点。好，我可以举高一点，举高一点。好，那么再次呢，感谢Tara，感谢Tara。好的，班长。